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02面，702面，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从后面呢这两句看起啊，如上至报身庄严，从这看起，虽非阿难，即其果位以下之会众所能精进，但以粘土如来威神加辟，以甚方便呢随其根器，个个能见。是故阿难即见彼佛，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这是阿难跟与会的大众啊，见到阿弥陀佛。观经上面讲得很清楚，这是阿弥陀佛的报身，不是应化身，报身的相很大。那么从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不再有怀疑了。早年初学佛的时候，总是以为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十报庄严土才能见到报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一定是阿弥陀佛的应化身。因为48愿里头他说的是32相80种好。那么这个是应身佛。可是48愿里头也说到，一切众生生到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所以是皆是自摩真经色身。这是讲的体质，这个自摩真经色身不是肉身，这个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学过了，不是肉身，而是法性身。那我们这个身体呢，是法相，是阿赖耶识的相分，这个要记住。到极乐世界，这个阿姨可以说都已经转识成智了。这不是自己的功夫，下面两土确实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记住，本愿是佛在因地上所发的48愿。那个威神呢，威德神通啊，是阿弥陀佛无界修行的功德。如果没有无界修行的功德，哪里来的那样的威德神通？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我们想这诵经呢，念佛给别人回向，这有功德了，是不是真的有功德？我们拿什么回向？为什么天天回向，常常回向？还有很多冤亲债主跟在身边，古人回向有效果，今人回向好像效果不彰。只有在大型法会当中，那个集体的力量能产生效果。集体力量何以能产生效果呢？你说几百人当中，总有一两个真修行的，我们就沾了他的光啊。如果一个真修行的都没有，那个效果就很有限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明白之后啊，那你晓得我们的真修啊，真干呐！不可以干假的。真干，真有功德。这个回向，才能真正起作用。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真修了？不能说你没有修，你是在修。你怎么修，都修不成就。怎么都没有办法跟古人相比，这个要知道。佛在一切经里头，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没有一法不是一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是一切诸佛，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根本。佛教什么？就教这三样东西。因戒得定，因定开慧。那你要晓得，这像一个枝树木一样，戒是根。定是本，慧是花果，开花结果。那要没有戒，所以它就等于零了。现在一堂法会做完之后，还有我们看不见的这些众生，这些灵性的众生，透很多信息给我们，他没走啊，他得的利益很有限的。那这是我们对不起他。我们靠佛，依佛的这个功德，佛的功德怎样才能给你？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说过很多次，佛加持我们是相对的，我们有一份功德，佛加持一份；我们有两份功德，他加持两份；我们没有功德，他加不上。他是念我们都加不上啊。那我们有十分功德，佛就加持十分。他决定是相对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用功啊，不能搞假的。
啊，佛家的戒，根本戒，啊，这是戒律的基础根呐、啊，是无戒是善的，啊，千万不要疏忽，这叫小小戒。啊，我出家的时候，我们的老一辈告诉我们，这是小小戒。啊，什么是大戒呢？比丘戒是大戒，菩萨戒是大戒。大戒受了，有没有做到？没有。为什么做不到呢？根没有。怎么学都学不像。这个问题严重啊。啊，大家都感觉到佛法衰了，真的衰了，不但衰，可能会灭掉。啊，这个佛受苦，戒没有了，佛法就没有了，就灭掉了。啊，经留在世间，有人去研究，当作学术去研究，贬值了。啊，他没有办法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也没有办法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你不是真的？啊，依照经典的方法理论去学习，真干行，那有功德。啊，不是真干没有，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深深的体会去观察啊，把佛教衰的原因经典上所说的祖师的教诲我们亲眼目睹的明白了，在家学佛实际上做不到啊，出家学佛沙弥律仪做不到，假的。啊，出家学佛为什么沙弥律做不到？无戒十善没做到。无戒十善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从前人都能做到？啊，佛法传到中国两千年，我常常说，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两千年大概有多少人见性成佛的？我们看五灯会员，看见多路。啊，概略的估计，应该有3000人。这个成绩非常可观呐、啊，超过印度之上啊。啊，这3000多人包括宗门教下啊，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的啊，密宗真正三昧这个相应的三昧相应的啊，超过3000人的啊。在念佛法门里面待业往生的我们估计绝不止10万人，这2000年来这个法门太殊胜了。那为什么别人能修得成？是中国古时候这一个族群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啊，中国的家，民国初年还有，啊，我这个年龄还记得，小时候，啊，家是大家庭，兄弟不分家的，啊，我们的家，自己的家，是衰落了，
真的是家破人亡啊！我们太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大的时候，父母也没有告诉我们。啊，我们只有从亲戚朋友听到一点信息，都不完整。啊，非常可惜。啊，我们小时候啊，住在亲戚，我父亲姐姐的家里头，我的姑妈，啊，他们的家族大家族，十个兄弟，没有分家。啊，那一个村庄就是一家人。那个时候应该差不多将近有200人，很衰了。啊，一个家族啊。啊，中国的家庭。一般来讲，普通家庭都是300人上下，有这么多人，人丁兴旺的600-700人。你说这么大的一个家，如果没有规矩，那家不就乱掉了？啊，所以从小那个教育，教小孩没有私心。你起心动念呢，要想到我整个家族，我的家庭，啊，不能想到我父母的，这个不可以。啊，你将来在外面做事业赚钱，全交给公家，你这个家就像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样。你们看《红楼梦》，《红楼梦》就是一个家，啊，主管财务的、家务的，王熙凤，啊，当家师。啊，佛门教当家师，哎，是那么样一个组织啊。每个人生活费用是的公家在一起，生活怎么完全在一起？啊，做衣服每个人都一样，都有，它是这么一个一种社会组织。啊，所以家和万事兴啊，不是现在这种小家，现在没有家了，家和万事兴，家在哪里不知道。啊，所以你能够治家，你就能治国。治家跟治国没两样，这范围扩大一点而已。啊，家里面这些事物也是分门别类，谁管什么谁管什么。啊，它是一个有行政组织的。啊，那么小孩真的从怀孕，老人就要教他了。啊，你说那个时候的家，你自己上面有父母，有曾祖父母，有高祖父母，啊，五代同堂啊。啊，高祖父母不在了，至少都有曾祖父母。你看，父亲、祖父、曾祖父，所以老人就会叫啊，这小孩子媳妇怀孕了。啊，怀孕有怀孕之礼要懂得，啊，什么礼呢？啊，做母亲的人一定要晓得，母亲起心动念影响胎儿，母亲的情绪影响胎儿，母亲的言谈举止影响胎儿，所以一切都要端庄。啊，你要以正面去影响胎儿，不可以有负面的。就怀孕十个月，不能闹情绪，不能发脾气。啊，那就开始，这叫胎教。啊，一般大家庭、官宦之家懂得。啊，非常重视。啊，我们常讲说富贵的家庭呢，到清朝亡国，到民国，民国初年还有，啊，像我们住在乡下，我们都看到的，啊，家
有祠堂，祠堂是纪念祖先的。啊，春秋中原都祭祀。那平常呢？平常这个祠堂就作为学校、家学，啊，就私塾啊，就家学，啊，学生就是这一家的，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小子弟，啊，小孩大从六七岁，啊，聪明、根性好的六岁上学，一般呢，普通是七岁上学的多。啊，年龄大的有十八九岁的，啊，都在一个教室啊，一个老师啊，啊，老师真负责任，啊，为什么？老夫是老师家长请的，啊，如果祖父当家，祖父是家长；曾祖父当家，那曾祖父是家长。啊，他去请老师。跟老师要磕头的，啊，所以对于老师，这真是尊师重道啊！老师答应了到你家来教，如果不负责任，他怎么对得起你家的？就是对不起你家的祖宗啊！啊，小孩出生之后，自己要做出好的榜样给小孩看。那个榜样是什么？你们学的《弟子规》就是的，这个不是教小孩念的，啊，不是教小孩背的，不是讲小孩听的，是父母亲做到做给小孩看。小孩一出生，眼睛张开会看，耳朵会听，他已经在开始学习。在模仿了，所以扎根教育是什么时候啊？小孩出生到三岁一千天，这叫扎根教育。啊，我们现在通通没有受过教育啊，所以没有根呐。啊，没有根，我们补习学这一点不管用啊。啊，外面的诱惑，明文理言一现前，马上就变心了。那这就是什么？那根不牢。啊，甚至于你没有认真去学习的话，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根。这是什么？这是戒律的根。所以中国历代佛法在中国，无论是在家的，是出家的，在家是高僧。在家是高士，这居士是高士，都有成就，是什么？扎根的教育成功的。啊，现在这一代，在全世界找不到像中国这种高人。啊，你不相信别的，你试试看，你走遍全世界，啊，出家的，能找到一个印光法师吗？能找到一个地贤法师吗？找不到了。找遍全世界，今天我们无论在德行在学问比不上，差太远了。啊，在家学佛，杨仁山有谁能比得上？啊，民国初年的啊，姜维农居士、蒋渭桥居士，找遍全世界找不到了。啊，连李炳南老居士这样人都找不到了。啊，你要问什么原因？不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善根福德不如，我不相信这些。啊，聪明智慧不如，我不相信。我们所受的教育没有了，扎根的教育没有了，所以佛法要兴旺，谈何容易啊！
啊，能够像大摩祖师到中国来那个情形一样，一个人能传一个，传两个，啊，这样子总得要传个三四代之后，才能兴旺。啊，你看大摩传这个禅宗，传到第六代慧能大师才开化，啊，开化结果。啊，前面五代单传呐，只传一个人呐，就薪火相传呐，他没有断掉啊。这些道理一定要懂。啊，在现前这个社会，培养人才非常之难。那为什么呢？从小扎根教育失掉了，啊，那么他从出生到三岁的一千天，现在的小孩学什么？都在看电视，啊，电视里面所学的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他学这个东西，啊，上学了，中国学校我不知道。美国的学校我晓得，啊，韩馆长的孙子在美国出生的，啊，上美国学校都上小学，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啊，电脑里头有他的作业，有他的功课，除功课之外，电脑里面还跟别的电脑去连线，哦，那里头五花八门，什么玩意都有。他全学会了，啊，他的常识非常丰富啊，啊，而圣贤教育从来没接触过，啊，他接触他能懂吗？纵然过去生中有善根的，也不容易接受。纵然接受，能经得起名闻利养的考验吗？啊，越想啊就越难，越想就越可怕。啊，所以我们常常勉励年轻同学，要真干呐，要救佛教啊。要救传统文化了，啊，真正要把传统文化兴旺起来，这几个根可都要注意到。啊，中国老祖宗千万年传下来的文化的根，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弟子规》，落实在《感应篇》，落实在《十善业道》。这三样东西没有，就全都没有了。啊，研究经教，这是学术，不管用。啊，我在2005年、2006年两次访问伦敦。啊，细心去考察三个学校，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啊，知道欧洲汉学系，啊，欧洲的汉学，伦敦大学算第一，他的名气虽然不如牛津，不如剑桥。但是单单讲汉学，伦敦的汉学比他们强。啊，变成什么呢？变成学术了。啊，我在伦敦跟剑桥
跟汉学系的学生教授们做过交流，啊，也跟他们讲过两个小时。他们所学的儒学、佛学、道学变成知识了，不是智慧啊。中国古人所传的是学佛、学儒、学道，不一样啊。啊，学儒要学像孔子、像孟子啊。你是这个时代的孔孟出现了，能救世界。学佛要学得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学道要学得跟老子、庄子一样，啊，那叫学。那他们不是的，啊，他们是当作一种学问来去研究，与自己的思想行为不相干。啊，所以这个变成学术了。啊，佛教在今天也变成学术。民国初年也就有趋向学术了，大学里头用佛经开课。啊，对于怎么修行的时候不讲究了。啊，戒律没有。啊，纵然讲也不注重去做了。啊，就像儒家三礼，啊，周礼、仪礼、礼记有讲的，学校有这个课程讲的，没人去做了。啊，学这些知道古时候哦，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在没有了。我们要儒释道都要复兴，都要能再兴旺起来，不至于灭亡，一定要做，不是讲的。啊，不做怎么行呢？啊，阿难这些人凭什么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前面说过，啊，自己以清净心念阿弥陀佛，那个清净心就是他的功夫。他要不修行，哪来的清净心？啊，世尊在经论上常讲，心净则佛土净。啊，心里怎么清净？有我就不清净了，我是一切染污的根本啊！所以读《金刚经》你要特别留意啊，《金刚经》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清净心得到了。什么人呢？小乘须陀洹。那我们就马上就联想到了大乘《华严经》上讲的实性位的菩萨，初性位，实性是小学，小学一年级，哎，人家就做到四相没有了，清净心现前了，啊，用阿难在会上，他就是。须陀洹的身份出国吗？阿难是真的出国啊，地位不高啊，啊，四相没有了，四相的习气大概还有啊，因为破四相是出国到四国都是破四相
啊，金刚经思想都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就晓得破断见惑了。啊，五种见惑。啊，身见、边见、见趣见、戒趣见呢，程度不一样。啊，虚陀洹这是最下的，大概像考试60分呢，上面还有70分、80分、90分的，啊，阿罗汉到100分，啊，通通修的这个法门。啊，我们有我没放下。有我就有自私自利，就有名闻利养，就有贪嗔痴慢。啊，就有很多不好的心情。啊，这个怨恨恼怒烦都有啊。不清净啊。啊，这个法门非常殊胜，也非常特别。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只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这么一个简单方法，就能够念到清净心。啊，菩提心重要，菩提心是你修行的目标方向。我修行要修行到什么样子？要修行到真诚心现前。啊，处事待人接物都用真心，不用妄心。啊，菩提心的根，真诚呐。啊，菩提心的自受用，就是清净平等觉。这自受用啊，啊，清净平等觉就是方东梅先生跟我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啊，不是地位啊，不是五欲六尘啊，清净平等觉啊，这个是最高的享受啊。对待别人大慈大悲啊，他受用是慈悲，都是出于真诚心啊。慈悲待人，这个慈悲里头有真诚清净平等真觉，用在慈悲上啊，那多么感人呐！这样的一念心，念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马上就感应到脚，佛就现身给你看呐。啊，当然在此地，两土如来威神加皮啊，释迦佛加持我们。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带我们请求啊，请求阿弥陀佛现身啊，世尊带我们请求啊，啊，那么阿弥陀佛也有这个本愿，哎，给大家做个证明，让你看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一身方便的随起根器，个个能见，所以阿难见到了。啊，要不然一般人见不到见化身，只有化身菩萨才能见化身佛。啊，不是化身菩萨怎么能见到化身呢？只能见到应化身啊，见不到化身的。啊，他见到是化身。啊，那让我们想到的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凡圣同居土，我们见报身如来还是见应身如来啊？但是48愿里头确实是这样说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没有差别。
啊，平等世界没有差别，那当然是报身。啊，因为佛说了，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报身。啊，最低的阿惟越致，大乘原教初住以上，那他们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是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地位啊，到极乐世界，我们自己没有证到这个地位。啊，这前面我们学的时候跟同学分享过。啊，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到极乐世界，虽然是凡圣同居土。啊，烦恼习气都没断，可是到极乐世界，神通、道力、智慧，一切享受，跟化身菩萨平等的，一样的。啊，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这恩德了。啊，等于一个人，啊，生到皇家。皇帝的儿子一生下来就享受皇上的待遇，不是他自己有什么，是他老子好吧，他享的是老子的福啊，就这么个道理。我们这些往生到极乐世界享的阿弥陀佛的福啊，阿弥陀佛的福从哪里来的？无界修行，48愿无界修行，这样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阿弥陀佛恩德之深，恩德之大。啊，怎样报佛恩呢？他就是希望我们去，我们真去了，那就是报恩。啊，真去，必须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啊，放下。事不要紧，事事无碍，放下是念头，心里头不能有。啊，事上有没有都随缘，有好，没有也好。啊，事上随缘，心里头干干净净，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啊，平常想。最好想经典里面的境界，啊，听讲读经，啊，让你摄取西方极乐世界的信息，啊，念佛，这决定得生。啊，阿弥陀佛现身是法身，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啊，那么我们相信，有人有这个经验。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有一位居士，女居士告诉我。啊，他是在梦中梦见的阿弥陀佛，多大呢？跟天空一样大。啊，我相信，我也见过一次。啊，确实高出一切诸世界上。眼睛所看到的就是一尊佛像，啊，天空看不到了。啊，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境界不是假的，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
无碍无断，这句话也非常重要。这是什么呢？十方如来言是无碍之妙变，故云无碍。这一句话里头含着什么意思？十方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没中断，为什么要赞叹阿弥陀佛？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帮助阿弥陀佛招生呢。这是一个学校啊，阿弥陀佛是校长啊。十方诸佛就好像是一切众生的父母一样，都想把子女送到这个学校去啊，所以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都赞叹这个学校啊，让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生起信心，生起愿心，是这个意思啊。阿弥陀佛说法没间断啊，从来没间断的。阿弥陀佛无论是相，无论是音声，全是自性流露。不是从意识里头的。十法界众生没有转识成智，是从阿赖耶里头流出来的。化身菩萨转识成智了，阿赖耶没有了，所以他住的世界永恒不变。为什么呢？为时所变呢，他没有时了，所以他就不变了，这境界就不变了。没有障碍，没有间断呐。如是赞叹，尽未来际无有间断，故曰无断，无碍无断。所以这个经文里头所含的意思很多，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学习。再看下面这段经文：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这是阿难原生。只要是真正见到了，见到是善根福德很深厚你会见到听到了能够生信心，能够仰慕，能够发愿，决定的生你培养你的善根福德，善根福德到一定的程度，佛会现身给你看，给你证明你没错，那就是
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念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见佛是佛慈悲给你做证明，加强你的信心，用意在此地。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初祖慧远大师啊，这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倡专修净土的啊，我们称为初祖啊，第一代祖师东晋时代啊，在江西庐山建立个念佛堂，东宁念佛堂啊，多少人在一起修行呢？123个人。123个人通通往生，无比的殊胜啊！当然往生不是一起去的，有先去的，有后去的啊。像刘一民几个居士，他们是有出家有在家啊，圣俗都在一起啊。员工往生的时候跟大家说，西方极乐世界他见过3次，从来没有人跟讲过啊。什么时候见的呢？定中见到的啊，就是念佛止境的时候啊，绕佛久了止境坐下来的时候，那是看到的，看到3次啊。别人问他极乐世界什么样子啊，他说跟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啊。员工那个时候净土经典只有一部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我们相信那个时候已经到中国来了，还没有翻成中文啊。所以他们没有看到阿弥陀经，没有看到观经啊，只看到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最早到中国，也最早翻译啊。我们相信呢，非常可能他用的是安世高的本子，但是安世高的本子失传了啊。这一部经在中国从汉到宋800年前一共12次翻译，所以翻译最多的12次啊。现在呢只留下来五种，7种失传了啊。从这5种内容去看，就肯定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无量寿经是常讲，讲过很多次啊。一切经世尊只讲过一遍，没有重复的，唯独这部经。现在看这个5种原译本，至少啊是3次讲的不一样，里面内容不一样啊。那另外7种失传了，如果那7种要是在的话，可能还不止3次。所以祖师判断的时候，世尊在世这个经是3次以上，就是多次宣讲，可见到它重要啊。啊，特别的劝导我们要重视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帮助你一生成就啊。那难得了，在我们这个时代
啊，刘所云居士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踏实成就之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看他一篇光碟，他做的报告还是记者去访问的。我看那个篇光碟，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不知道他跟谁学的，他没有说。啊，以后才打听清楚了。啊，他是得到一套光碟，这个光碟是早年我们在景美图书馆讲的，应该是无量寿经第三遍还是第四遍，我们以前讲过十遍。啊，那个时候讲演，因为没有看到黄念老的注解，我讲是依据李老师的每注。啊，依照这个本子讲的。啊，那么他得到那个时候是录音，录音带录音的。啊，大概现在有人做成光碟，他就拿到这一套光碟。啊，每一天听十个小时。啊，他抓住佛经里的一句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就抓这一句。啊，就这一部经，其他的都不听，都不接触。啊，每一天十个小时，十个小时的，实际上他是听一个小时。啊，一篇，一个小时听十遍，那就是一遍听下来是就十遍了。啊，听完之后从头再听，十年如一日。啊，不听经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啊，他得的那个红斑狼疮，啊，没有用医药自己好了，连疤都没有了。啊，东北人讲的时候，红斑狼疮纵然好了，疤是消不掉的，他连疤都没有。十年搞一部经，这样用功，在我们想想，一般普通的人，大概三年到五年就得念佛三昧，他肯定得了。得念佛三昧之后，有个三四年呢，肯定开悟。为什么？守规矩，这就是持戒。因戒得定，啊，他就有定了。因定开慧，啊，他开悟了。啊，虽然他的一部经，你看他讲得很好啊。有人请他讲地藏经，他也讲得很好。啊，他没有学过的经，任何一部经请他讲，他都会讲头头是道。对，一经通啊，一切经通。啊，他悟的境界我们不知道啊。不是大彻大悟，他也是大悟。啊，他现在没障碍了。我问过他，往生有没有把握？他有，随时可以去。啊，佛菩萨需要留他在世间表法也没关系，他可以多住几年，好榜样啊。
十年，他能成就，人人都能成就啊。人家问他成功，用什么方法成功？他讲六个字：老实、听话、真干。啊，那么这六个字，是古今中外所有一切成功的人共同的秘诀，都是这样的。不能成就人，都是自以为聪明啊。老师太难太难了，李老师常常跟我讲，他一生想学老师，就是学不下。可见老师不容易啊！啊，他常讲啊，大智若愚啊，那个若愚很不容易学啊，学聪明容易，学老实可不容易啊。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阿难，亲近弥陀如黄金山，德相端严啊，端正庄严，即彼净土种种清净庄严，皆悉所未见，从来没见到过啊，这一次见到了，故言得未曾有啊，未曾有过，见到了。佛闻十方佛赞，深悉有心啊，十方如来赞叹阿弥陀佛，赞叹极乐世界啊，自然就发起大愿，愿生极乐啊。正表阿难当机，其会甚信，这个圣心就是佛心，阿弥陀佛的心，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心，这两尊佛都是希望我们发愿求生啊，佛度众生，没有一点私心，巴不得你赶快成佛，这是佛心。佛不愿意看到你搞六道轮回，佛不愿意看到你修行那么样的苦，要那么长的时间啊，佛不愿意看到啊。那现在有这么一个法门，你可以这一生就超越六道轮回啊，而且不必吃那么多苦头啊，你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之菩萨，所以这叫难行之法啊。谁不相信呢？菩萨不相信啊，菩萨吃尽千辛万苦啊，无量界修行，像爬山一样，一步一步慢慢爬了，还没有爬上去，你怎么就上来了？怎么这么快呀？啊，这个不一样。啊，那么在此地呢，世尊也告诉我，我们相信这个法门，遇到过不简单呐、啊。这不是投机取巧啊。那为什么呢？你看其中生者，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过去生中已曾亲近无量诸佛之中的本，
这句话说得清楚啊。我们过去生中要没有这么深厚的基础，这个法门在面前你能相信吗？相信了你能真干吗？不容易。佛讲的话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所以阿难尊者见到了，啊，见到了阿弥陀佛，见到了极乐世界，乃于我亦愿要生彼生于彼土，这发愿了。啊，要是欢喜。爱好啊，希望生到极乐世界。世尊答曰：得往生者，戒已，着重这个戒字，这全是啊，没有侥幸的。戒已于无量诸佛清净供养，侍奉学习广智德本。你这个善根多厚啊！啊，那么这一生，如果是业障习气太重，去不了了。啊，去不了什么？这一生当中，你又种了善根福德，等来生。啊，来生呢，你的智慧福德比这一生又要好一点。啊，就这么回事，生生世世啊。啊，不一定生生世世遇到，但是。这一个金刚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永远不会消失啊，遇到缘它就起作用啊，这个缘就是得人身闻佛法，这人身难得了，佛法难闻呐。啊，人生特别容易成就。啊，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也明白到了。啊，魔鬼、地狱出生，也有往生的，那是什么？善根非常深厚。临命终时，一个念头错了，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了，一顿脾气发了，堕地狱去了。他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啊，那这样的人，地藏菩萨肯定帮他忙。啊，为什么呢？他能信。啊，在地狱里头也能够超拔。啊，魔鬼出生也佛如是啊。啊，出生到念佛往生的很多。谭旭法师，这香港人都很熟悉，他老人家晚年就住在香港，他曾经给我们讲过故事，
他在年轻时候，他出家很早，在温州乡下有个头陀寺，他做主持。他们庙里有个公鸡，那时候民国初年的钟都没有完全靠这个公鸡报销啊。早晨公鸡一叫，大家起床做早课可是公鸡呢，每一次做早课，他都跟到大家后面一起绕佛一会儿这个公鸡往生了往生在大殿他自己跑到大殿，站在当中，面对着佛像，大叫了三声，他就死了，站着走的。所以老和尚把他当作出家人一样，给他涂皮，给他修个小塔，葬在那边。他叫了三声，大概是念三声佛号，走了。这个公鸡绝对不是凡人，一定是出家人投胎变现的。很可能就是头陀寺的上一代的出家人。因为他错了念头跑到畜生道去了。还念着他这个老道场，他回到老道场。也修了一点功德，每一天报时叫大家起床做早课。这是他修的功德了。他往生了。但是往生最多的还是人道。所以人道难得容易修行。人生可贵也，就贵在此地。真正明了，遇到这个法门，那一生问题真的解决了。所以这些往生者，得往生者，皆以与无量诸佛，你看清净供养，奉事学习。广知德本，正如《阿弥陀经》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真的，这一点不假了。所以自己要相信自己有善根，也要相信自己有习气。这一生要到极乐世界。一定要把习气降温改不了没关系，要待业往生嘛，但是一定能控制住关键是在临终那一刹那我昨天看了一个报告，是这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世界上发生的灾难50多起，上一个星期也是50多起，我估计这一个月会超过200起。里面有几个问题很严重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定什么时候有灾难。人没有安全感这是不善业所感的。不要想到我们在这个世间还可以能住多久，这个念头不可以。要怎么想呢？
每一天是我最后的一天。印光大师把死字贴在额头，一天到晚看这个字，提醒自己，我们要有高度警觉，要提醒自己啊，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明天有没有了不知道，不能把事情拖到明天，我今天要干的事情要干好。干什么事情？往生的事情。我每天都念着往生，我最后一定会往生。那时候到了，阿弥陀佛一定来接我。啊，即使灾难当中，无论是什么灾难，灾难现前，阿弥陀佛你就看到了，他来接你。那如果我们不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还有拉拉杂杂的东西，错了，大错特错了。那我们不能再做错事了。灾难这么样的频繁，这么严重，不是好事情。啊，下面今者如遇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啊，皈依，展望，仰是仰慕，从仰，皈依瞻仰啊，这里头有礼佛、观佛、念佛、忆佛，也含着天亲菩萨无念之智，无念法，无念法真的有。第一个是礼拜，第二个赞叹。啊，就是念佛，啊，智持名号啊，就是赞叹。第三个作愿，啊，法愿。第四个观察，第五个回向。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其他东西都不要想了，日子。得过且过，什么都好。啊，一天太平日子，在这个世界里得来不容易。啊，这么多的灾难，我们在此地能安稳，三宝加持啊。那我们善心的感应呢，念佛的感应呢，啊，幕后念老在此地给我们做这一个总结，要知一心称念六字洪名，即总摄五念妙门。一心者清净心也，这一句话就总结了啊，也是这一句话总结了皈依瞻仰。啊，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这就清净心。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切放下。又如《阿弥陀经》
六朝襄阳刻石刻版，啊，这一块石碑被发现，里面呢有一段经文，现在本子里都没有。啊，罗什这个本子里都没有。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有这么一句。啊，那我们要消业障，什么方法消业障最有效、最快速？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在《观经之旨》里面讲过，啊，他说极重的罪业，佛门里面所有经跟忏法都消灭不了，这个重罪都消不了。最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你的罪业可以消掉。跟襄阳石刻本这一句相应的，啊，称名就能消罪业。用什么方法？念佛了，这一句佛号就能把你无始以来到现前所有罪业统统消干净。啊，剩下来这些习气就待业往生。啊，这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一句名号。这三个都具足了。这个事情谁知道？啊，不知道的人不会奉献。谁相信？不相信的人不会奉献。啊，傲慢的人不会奉献。啊，他自己以为很能干，没有重视这种行为。啊，确确实实，只有老实好学真干的人，他看到了他会奉献，啊，他就得利益了。啊，再消佛就来了。是故阿难，一心皈依瞻仰，啊，即是多善根福德因。啊，阿难聪明啊！啊，阿难不是凡人，啊，在无量寿会上给我们表演，啊，给我们表法。啊，如何消灭我们诸罪？啊，做的这些罪过，例如以往生者曾经，啊，曾亲近无量诸佛，
执中得本，故必能满往生之愿。我们要相信，这一生当中呢，遇到佛法，遇到大乘，又遇到净土，在净土里又遇到这部经，这实实在在不可思议。这一部经传到台湾，李老师只讲过一遍，以后不再讲了。他把眉珠给我，我看到欢喜，我依照这个眉珠我就能讲。那一年韩馆长50岁，我们先奖金给他过生日。他印了3000本经本到台中去向老师报告，老师摇头不行。这是为什么？他说你年岁太轻了，你的资历太浅，你讲这个经会有人批评，你挡不住啊。我才晓得李老师讲一遍不能讲第二遍，很多人批评他。反对这个经本，就像中国大陆也一样反对。为什么呢？居士会记的，实在讲还是有嫉妒障碍。所以李老师第二次讲无量寿经用康僧开的本。我学无量寿经是学康僧开的本子。这个本子真比康僧开的本子好啊。你对比你晓得。而且夏老居士往生的时候跟大家说，他的会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大家听了都莫名其妙怎么可能从海外传到中国？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看黄念老，他把这信息告诉我。他的老师就夏老啊，早就有预言。这个经传到海外，真的是从美国、从加拿大。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在美国讲的。也是在美国认识黄念老的。那个时候华福佛教会有一些同学学密跟他有联系，他是密宗上师。这几个同学来找我，想在中国请一个上师，密宗上师到美国来传法。我就劝大家专修净土，不要搞杂了，不要搞乱了。他们就很为难，我看到他样子，我就问这上司叫什么名字？他叫黄念祖。我一听黄念祖，这名字好熟，
啊，以后一想呢，哦，李老师提到过，是下联居的学生，是梅光系的外甥，我是不是这个人？说是的，那好，请他来，我们是一家人。啊，李老师他的佛法是跟梅光系学的，就是跟黄念祖舅父。啊，他的这个经教是跟梅老居士学的。啊，所以这个人是梅老居士的外甥。啊，下联居的学生，那应该是正知正见。啊，不会有问题，我就同意了。啊，他们这就联系上，把他请到美国来。在美国住了一个月，啊，我也是忙着到处讲经，啊，在美国没有见面，只通了电话，啊，他把他带了这一本注解，他只带了这一部，油印的，啊，蜡纸钢板写的油印的，啊，送给我了。啊，我在达拉斯。啊，我送给我这个，我都没有时间看，刚好就准备回台湾，就放在行李里面带回台湾。到台湾一看，啊，真好，真不容易。啊，跟他联系。我到北京去看他，啊，我问他有没有版权，没有版权，欢迎翻译，所以我们第一次在台湾就印10000册，啊，他看到非常欢喜。啊，真学佛的人。如果你的东西有版权呢，就不能流通了。啊，中国古人的著述，有人替他翻版，他都很感谢，瞧得起他。啊，决定没有限制的，特别是佛法，佛是普度众生，你怎么可以限制？啊，如果写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将来恐怕都到散途。罪状是什么呢？版权业就是罪状。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普度众生的，你怎么可以把他的权夺去了？啊，你要钱吃什么花？这个麻烦大了。想到以后阴曹地府打官司，那是证据，版权业是证据。啊，所以真正善知识不一样，没有版权。啊，欢迎翻译。啊，版权这个事情到底从哪来的？以前没有过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啊，也过去也有，但是没人重视啊。啊，联合国成立之后，通过了著作权。啊，这才被国际上承认了。啊，通过这个法律，这法律不是好法律。啊，对许许多多圣贤的东西，现在都成为有版权，连大藏经都有版权，你说。
这还得了吗？啊，我们想想今天全球的灾难，这个法律是灾难里头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啊，古圣先贤东西限制流通，这个麻烦就大了。我们看下面经文：作事遇事，阿弥陀佛，戒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泥泥是地狱，西苦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通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这是比喻啊，当是比喻。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摩土道士正坐于是啊，摩土道士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彼土如来掌方光明，释迦弥陀啊，两个人同心同愿啊，为了戒引一切众生啊，他们两个在表演呢。弥陀掌方光明，正贤，你看世尊劝我，弥陀戒引，哈，两土两佛同心同德，佛光普照一切佛国，表弥陀普摄摄放凡圣邪灵往生，往生极乐世界，人数正多，从化身菩萨到六道众生，包括三途啊，每一天去往生的不计其数啊！极乐世界多大？极乐世界没有边际。中国古人讲的两句话，在极乐世界你看到了：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极乐世界真的是这样的。啊，这种现象呢，只有在法性里面见到。啊，阿赖耶识的时候见不到。啊，真心发心的见到啊！啊，极乐世界没有边际，变法界、虚空界全是极乐世界。为什么？法性遍一切处，于是。如来身边一切处，如来国土边一切处，这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存在。啊，现在这些尖端的物理学家，啊，量子力学家，你跟他讲。他们相信啊，他们研究发现，逐渐逐渐的靠近的啊，他们见不了心，原因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放下就见性了，因为自性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你见性。佛说得很清楚啊，执着放下你就证阿罗汉了。那六道轮回你就超越了，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啊，为什么不执着？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如果我们常常想着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就不会执着了。为什么呢？我们计算了一秒钟如果能弹5次啊，一秒钟这个生灭有多少啊？1600兆啊，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把它控制住？所以你说你控制，你说你占有，全是假的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科学家会肯定，就晓得什么，我们身是假的。啊，身不生苦，我是假的，我所有也是假的。佛法呢？佛法也是假的。啊，佛法不是真的。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法上印实，何况非法？”那法就是佛法。佛法是因缘生的，好比你有病。哎，我拿东西的时间药，病好了，药就没有了。啊，佛是治六道病的，是治十法界病的。啊，十法界六道没有了，佛法就没有了。
啊，所以你执着有个佛法错了，自信里头没有佛法，你怎么会有这种执着？啊，自信一片光明，大乘经称它为大光明藏，我们净土称它为常寂光净土。啊，就这个意思。啊，什么都没有，这什么都能现，这个妙极了。啊，能现的是真的，永恒不灭。啊，是自信，所现的幻象。是假的，啊，相有体无，事有理无，彼此不相妨碍，啊，能现的现，不妨碍事相，事相不妨碍自性，这才妙了。啊，所以佛家称有叫什么妙有。啊，称自性呢叫真空，叫真空不空，能现妙有，妙有非有，自性本空。你要把这些事情参透了，肯定了，不再怀疑了，完全相信他。你的妄想分别之都没有了，啊，袁了凡先生，你想他是什么人？肯定是老实、好学、真干，他肯定是这个人。你看他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坐3天3夜，不起妄念。啊，他凭什么？云谷禅师问他了，他凭的是命被孔先生算定了，想也是妄想，也没用处。啊，他连这一点信心，他就能够把妄想止住。啊，3天3夜不起个念头。老实人呐，不老实的人不行啊，不老实的人胡思乱想啊，老实人什么都不想了。啊，那佛弟子呢，的确什么都不想了，他就想阿弥陀佛。经中妙就妙在此地。啊，真的叫你把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念念阿弥陀佛，自行化他，啊，你就这个样子，你就能教化很多人，啊，不必讲经说法了，你就能影响很多众生，能够让很多众生呢回头觉悟了，啊，你在临终时表演一套。站着走，坐着走，欲知是知，不生病，哪个不相信呢？啊，所以这是佛心呢。佛佛都是同心，都是同德，啊，一样的心。一样的德，就是愿一切众生早一天回头，早一天成佛。啊，不要再搞这些虚妄了。啊，佛光普照一切佛国，表阿弥陀佛普摄十方凡圣，悉令往生。只有往生，有法身菩萨。啊，有全教菩萨，有辟支佛，有阿罗汉，
由诸天大众六道众生。因佛光加持，会中大众，借见十方佛国，如在一旬。一旬是八尺，不到一丈。就说明什么呢？所现的十方国土像就在面前，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你通通看到。十方诸佛的画面呢？这是弥陀神力所现的。弥陀光明，光中极尊，古云殊胜。所殊胜的呢，该因极清净故。故此世界一切山河景物，例如黑山，又名黑林，这是山的名字。见《西游记》慈恩大师传。慈恩就是窥基，这是说我们地球上的通通出现在弥陀佛光之中，它通通照见。不但照见，我们看底下，乃至于地狱，幽冥之处都照见了。照见了地狱道，照见了恶鬼道。由此可知，全都找到了，都在佛光当中看到。那么说明，佛光突破了一切空间维次。佛光铸造之下，空间维次没有了。六道十法界乃至他方一切诸佛国土，你全看到了。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山顶常年积雪，故称雪山。金刚铁围呢，都是山名。不在我们地球上。这有解释详见第十一品注，我们前面学过，如是一切呢，无不照见的。佛光不同于这是光中最深。我们现在知道光很多，波长不一样，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这一小段，比这个波长的我们见不到，比这个波短的我们也见不到。必须用科学仪器才能够见到。佛光是所有光通通没有障碍，全见到。所以在佛光之下了，你看到这个宇宙不一样了。
啊，肉眼看不到的全看见了。啊，这是现在科学可以证明。啊，这些经文科学家绝对不会反对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